因为那个剧本是欣姐也有弄，然后它里面有个台词其实蛮吸引大家注意，就是我真的相信我们的爱是一辈子一辈子的，对对 对, 對, 對。那因为在你演出那之后不久你就宣布那件事情，是是 是, 是，这跟那之间的心境有什么关联？可是我还是很相信爱情是存在的，对，我觉得只是只是我们换了另外一种形式在一起相处，我们不管怎么样都还是一家人，因为毕竟你有两个孩子，然后我们其实过节都是一起过的，每一天都还是 WhatsApp， 然后再联系关于女儿他们的行程啊、学习啊怎么样。现在他们说就国外有一种 term 叫 blended family， blended 就是混合的一个，就是其实我不排除其实有一天他怕拖了还是我怕拖，我们还是可以一起相处，因为我觉得当他已经成熟了，只是我觉得很重要是小朋友真的是一个海绵，比如你大人你们相处不开心，其实小朋友都正在吸那些负能量，我就觉得不要，就是所有勉强的事情都不会快乐，那所以我就没有关系，我们换另外一种形式一起去相处，所以都是一个非常正向的，对对对，所以我依然还是很相信爱情。我都有跟小朋友 brief， 就是说，哎，有一天如果爸爸有喜欢的对象，其实我们一定要祝福他。然后他们都好恶心，然后我就不会，我说不会，为什么恶心？就经常，其实我跟小朋友一向都是一个，我们是平等的，经常都会讨论很多事情。他们比你小，我觉得10岁跟13岁，他们比我想象成熟很多，就是超龄。对，13岁可以谈恋爱了吗？可以聊对吗？对，有我都有问他，然后对啊，然后他说目前还好，对，还好，目前还好，没有一个他觉得很心动的。那你跟他说妈妈17岁就开始那个工作了，我15岁，对，没有，他们都大概知道。